过年那一段快过七十，我平常大概60-65。因为吃太多伟宁的菜。是的，我不解。他拿手菜是什么？很多，就你最爱的。意大利面。知道，就知道什么。我现在讲的大家都知道了，立马。什么？有一点点，就是过年那一段吃的太丰富，然后过完年之后就调整了一下饮食，吃的比较清淡一点。那你瘦非常多哎、欸，一点点。但过年那一段是胖的太多。你胖能胖到多少？就很明显变胖一些。所以大概差几公斤？差了5公斤吧。啊！过年那一段快过70，现在大概我平常大概65-60。哦，是因为吃太多伟宁的菜。是的。哦，就他拿手菜是什么？很多哎。就你最爱的。哇塞，很土哎。意大利面。讲一下你怎么在2个月内瘦5公斤？沙拉，然后少淀粉，就真的是就是尽可能的把摄取的热量降低。热量？好吧，热量降低。对。像运动就是重训那类。一点点吧，就主要还是饮食。然后甜的东西少，越来越少，确实是比较少。然后有原因吗？因为我觉得太长，可能一个下午，你知道自己空闲的时候，手机拿起来看，一下子一个小时，整个下午都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，所以确实就是运动。所以也不会，有时候伟宁会发一些2个人的放闪照啊，晒恩爱。他对啊，要先给你审核一下。没有，我也是跟你们同步看到的，因为我没有滑手机，比较少上那个社群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发。嗯，那我觉得蛮好的。让他来跟大家保持，好像我还在。现在没有社群媒体会觉得这个人是沦陷，因为我几个朋友说你最近在干嘛，我说没干嘛，他说那你怎么都不用 IG 或脸书，我说我本来就很少，就是这几年更少。对，知道，我没有知道，我现在讲的大家都知道密码，什么？